爱丽丝超气泡。爱丽丝超气泡独有的 Capsugen 加氧动能按摩头，它是由碳酸氢钠和柠檬酸组成，天然的活性成分组成的凝胶，与治疗头接触时，两者结合在皮肤上，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增加皮肤的含氧量，激活细胞自愈能力，使肌肤焕彩新生。下面介绍仪器的安装及功能。将配件架对准插入，拧紧螺丝即可。 A 超声波手柄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超声波以每分钟100到300万的振动频率将毛孔打开，使精华成分快速地渗透到皮肤基底层，让吸收率达90%以上。 B 四级射频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射频使皮肤组织吸收大量的热能，结合新的胶原蛋白，平滑皱纹，收紧肌肤。 C 动氧手柄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碳氧氢钠配合纯果酸肽凝胶，在皮肤表面产生活性成分，从而达到美白、补水、抗衰等效果。 D 两级眼部射频对准插入拧紧即可。眼部射频使皮肤组织吸收大量的热能，结合新的胶原蛋白，平滑皱纹，收紧肌肤。 E 水膜笔对准插入即可。水膜笔可用于清洁角质层和毛囊层，使皮肤通透有光泽。 F 冷热活肤手柄对准插入即可。此手柄可自控温度调节，制冷模式0-18可调，加热模式18-45可调。热敷模式可以软化角质黑头，配合清洁功能，清洁效果更佳。冷敷模式可快速进行皮肤定性，并达到去红抗敏、紧致塑形的效果。 G 水氧雾化笔对准插入即可。此手柄从空气中吸取养分，经过多层的过滤分离，产生无尘无菌的氧气，利用氧气将活性成分注入，输送到皮肤底层。仪器背面介绍，从左至右依次是沸水瓶，当沸水至瓶身1/3时需倒掉。过滤器，进水口，取漏斗加入纯净水，水满即可。切记此水箱没水的情况下不能开启冷热活肤手柄。左边为放水口，右边为溢水口，建议1到2个月更换一次水。总开关，电源插口，插上电源线，打开总开关。仪器耗材介绍，水膜头，水膜软头。水膜软头用于敏感肌肤使用。水膜硬头，水膜硬头用于中性混合性皮肤使用。磨砂硬头，磨砂硬头用于 T 字部位毛孔粗糙者。三款水膜头可根据顾客皮肤进行选择。纯果酸肽套盒，6个独立包装的一次性碳酸盖头，装置仪器手柄使用。6个独立包装的凝胶，3袋红色为抗皱再生，3袋橙色为美白亮肤，操作时根据顾客皮肤进行选择。纯果酸肽水氧精华套盒 A 瓶，深层清洁精华液，用于面部清洁老化角质，去除黑头粉刺等。 B 瓶，活力水氧精华液，
用于面部补水美白。 C 瓶纯果双肽精华液，用于面部深层清洁，适用于油性肌肤、角质层粗糙者。 D 瓶水氧精华液，清洁仪器管道，防止管道堵塞。原液调配比例，首先将原液倒进各自的瓶子里，加纯净水少许摇匀，然后使用纯净水加满即可。已经调配好的原液保质期为7天。界面介绍：水磨手柄，时间显示，吸力强度调节1至4可调，4为最强，工作强度可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进行选择。 A 瓶、 B 瓶、 C 瓶、 D 瓶、废液瓶。注意，若瓶内无水，各瓶子界面将闪烁，若废水瓶水满，界面将闪烁，则需把废水倒掉。水氧比手柄，点击开始键，冷热活肤手柄，实时温度0至45可调，选择冷冻模式、热导模式，冷却水流速，冷却水温度。四级射频能量调节，1至30可调，1赫兹、2赫兹，连续模式、间断模式，根据需要进行选择，适用于面部。两级射频能量调节，1至30可调，1赫兹、2赫兹，连续模式、间断模式，根据需要进行选择，适用于眼部和颈部淋巴排毒。碳氧活肤手柄能量调节，1至3可调，唤醒功能、美白功能，连续模式、间断模式，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。超声波手柄能量1至8可调，连续模式、间断模式，根据需要进行选择。现在开始面部操作，先卸妆清洁，根据顾客的皮肤选择合适水磨头。现在选择水磨印头进行操作，安装水磨印头，旋转拧紧即可。点击水磨笔开关，调节吸力，调节出水量，可根据操作部位不同、接受能力不同分别调节。根据顾客皮肤的轮廓线短距离向上提拉，如皮肤敏感者可点按操作。T 字部位可着重加强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A 瓶操作完毕后，点击 D 瓶，吸力出水量调最大。进行清洗管道，用拇指按压水磨头，松开，按压，松开，反复清洗4至5遍即可。
水磨笔清洗完毕后，更换软胶头。返回点击 B 屏进行补水，调节吸力、出水量，点击开始进行操作。根据顾客皮肤轮廓线短距离向上提拉，如皮肤敏感者可点按操作。如遇毛孔粗糙、油脂分泌旺盛者，可先用 A 屏清洁皮肤老化角质，再用 C 屏深层清洁，起到嫩肤提亮肤色的作用。注意，每次更换操作屏时需进行管道清洁，才能进行下一项操作。水氧雾化笔，将产品倒入容器中，点击屏幕开关，拇指扳动雾化笔的开关。根据顾客皮肤的轮廓，每条线向上喷。若客户皮肤不敏感，可代手操作。两极射频，眼部涂抹凝胶，操作眼部，选择合适的能量，建议五起调。选择一赫兹，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。根据眼部的轮廓，由里向外提拉。双眼操作时间为8至12分钟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四级射频操作面部，操作部位涂抹凝胶，选择合适的能量，建议八起调。选择一赫兹，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。根据面部线条，每条线向上提拉，或每条线向上打圈操作。全脸操作时间建议10至15分钟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动氧手柄，取一个一次性剥落导头，安装在动氧手柄上。根据皮肤选择适合的纯果酸肽凝胶，先使用2/3涂抹于面部，点击开关，选择美白功能。连续模式，能量建议选用一档。操作时根据轮廓线条短距离打圈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，全脸操作10至15分钟即可。操作完成后，用清水把碳化后的多余凝胶清洗干净便可。
将动氧手柄上一次性剥落导头取下，换上消毒后的橡胶按摩头，全脸涂上剩余的三分之一纯果酸钛凝胶。按摩头需紧贴皮肤，操作时根据轮廓线条短距离打圈或定点按摩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，全脸操作5至8分钟即可。操作完成后，用清水把凝胶清洗干净。超声波使用，抽取精华，安装导管。菜单键选择，剂量选择，可调大或调小。长按为前进键，长按为后退键。调至合适位置即可。超声波能量建议5起条，选择连续模式，点击开始，点击手柄开始操作。根据面部线条，每条线向上提拉或每条线向上打圈操作。全脸操作时间为10至15分钟，另一侧操作方法一致。冷热活肤手柄，选用冷敷功能，建议温度为5。点击开始，面部涂抹凝胶或精华，在面部从下往上打圈操作。T 字部位可稍作加强。全脸操作完毕后，使用施邦医用创面修复面膜15分钟。下面开始仪器维护，清洗水磨笔手柄，点击地平。首先将出水量、吸力调到最大。点击开始，用拇指按住水磨头5至10秒，然后松开拇指，重复8至10遍。清洗完毕后，将水磨头取下，可用细毛牙刷把污垢刷干净，或用酒精和生理盐水浸泡1分钟即可。当整瓶稀释原液都用完，必须用 ABCD 瓶装上温水，再次按照清洗水磨管道的方法重复清洗，
防止管道堵塞。清洗水氧雾化笔，将温水放置精华小瓶中，将温水喷完为止。点击开始。取下冻养手柄上的橡胶头，用清水清洗即可。冷热活肤手柄、射频、超声波使用完毕后，用温水擦拭即可。将手柄放置在相应的位置，防止跌落。运输仪器时，需将仪器里的水全部倒掉，避免运输过程中水回流至主机。